好啦，大家又到呢个星期三晚八点钟啊，周星星同学会直播嘅时间啦。咁今晚就好特别，我哋有相当多嘅现场观众，大家俾啲掌声先，系声势浩大啊！系啦，声势浩大，大家上嚟其实就唔系为咗睇我哋做节目嘅，其实系买 A V 三宝，系系啦，就系因为咧呢个大减价。咁咧就上书局啊，今年就冇参与香港书展，咁大家就上嚟城寨书展，几好啊！自己有一系列呢、這个留翻一套俾阿何俊仁先，就系、是這個、啊，就嚟买晒因为。但系你嗰个 A V 三宝隔篱会摆咗一本系梁文道嘅，错啦，隔篱就摆咗一本叫做《滨州行》。啱啱好就係呢個金小文啦，我唔係梁文道，原來金小文嚟嘅。上個禮拜攞嚟嘅呢個漫畫，咁咧就幫佢買下廣告先。呢個《奔走行》啊，嗱，記住我哋講粵語咧，就係咧周星馳電影裏邊咧，充分反映到粵語文化嗰種嘅鬼馬啦、食字 get 啦，同埋一音多義啊。咁呢個《奔走行》咧，就喺書展裏邊咧，據說就未被禁啦，係嘛？頂得住，因為冇人舉報，我冇人舉報，係啦。咁上一集金小文嚟到嘅時候咧，都大家都好開心啦，係嘛？咁我見到一個石樓姐啊，石樓姐，原 total type of 石樓姐就係呢個蒙眼堅嚟嘅，其實。咁就喺電影裏面梁家人揸住嗰張，嗱呢啲先係畫咧，嗰張咧其實就唔係金小文嘅作品嚟嘅。據說金小文係冇畫過，佢親口講過，佢話唔係佢畫嘅。係。咁反而呢張咧就係蒙眼堅咧就係佢畫嘅。咁咧就我哋就準備咧就將呢個蒙眼堅咧就係印成為呢個我哋成周星星同學會嘅呢、這個呢、這個會嘅紀念 T 恤啊！咁大家見到咧就係、是、咧，我哋會將阿梁家人啊呢、這個佢嘅經典對白啊，就係咁先至係話咧，同埋中英文嘅電影字幕咧就會印喺呢個 T 恤嗰度嘅。係係啦。咁啊，阿細梁之前咧就出咗呢張圖之後咧就呼籲大家。就話喂，你嘅 T 恤你想整啲咩落去啊？咁我都要即係都要回應一下啦。OK， 咁啊有位叫做 Panho Man 嘅朋友咧就話佢要整翻嘅我愛四大淫俠，東淫西賤南行北濕咁啊！我要問下阿金小文究竟畫唔畫到啊？呢個啊，哦，一個係劉錫賢嚟嘅，肥仔嚟嘅，我就記得。系啦，咁啊有啲人咧，有一个咧就用咗呢一个回魂夜，阿 Gory Lee 咧就话要话卢鸿先生喺呢一个回魂夜演出啊，唔好害我啊，我生平冇咩做嘅坏事，即系间中打下飞机嘅啫。呢个边个敢着先？系啦，嗱呢个咧，假变都似你即系一件诶俾你嘅话咧，我谂都仲有机会。嗱你咁要咧，我就一定要着完之后仲要影张相俾我哋系啦。OK 嘅，我谂我 OK 啊，咁啊诶电光独龙传咁啊五日练成收费800咁啊，大家记得啦，应该系边个图啊？应该系嘛？破坏之王，梗系破坏之王啦，系咪先？系嘛 ？OK， 咁啊，亦都有人有啲朋友咧就话阿汤锦华咧就话，喂，要刘以达，汤家华添，抹得我，汤家可能系汤家华嚟嘅，即系好多化名噶。阵间我哋即系化名系香港电影人最中意做嘅嘢嚟噶。咁啊，大内抹得嚟发刘以达扮睇女人。扮女人睇富婆，挨住大夫咁样 ，OK， 咁啊，仲有华文华宝啊，可能大夫嗰两个字要震下震下咁样，先表演到啊，表现到啊，刘以达当时讲嗰个音调。系，但系我觉得最中意呢个 Anthony Low 呢个，我一定会买，就系众大师兄翻嚟啦，众师兄弟归位，咁啊，呢个都好啱我哋而家个时代嘅脉搏啦。我就另有所选，嗱，证明啦，呢个就系金小文嘅 WhatsApp 嚟嘅。咁我今日咧我就 send 咗四张俾佢，我就唔知道大家点睇啦。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四个场面。系 number one 一定系嚟自呢个少林足球里边。做人如果冇梦想，同一条咸鱼有咩分别？周星驰就着住红色嘅背心，系蓝色嘅扯裤，然后摊大手板对住阿黄一飞。黄一飞就苦口苦面坐喺度，因为准备出场唱歌之前嘅其实。第二张就系呢、這个。一個唏噓的豬肉佬揸住一杯 dry martini， 然後咧文西在後面就揸住一抽菜，跟住喺度講字幕係咩呢叫做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追不逝。不過就冇英文版呢個字幕，所以我哋就要請求我哋嘅聽眾啊、觀眾咧，就睇下邊一個可以做到一個最靚嘅英文字幕翻譯呢一句叫做力拔山兮氣蓋世。咁第三個我揀嘅咧就係嚟自《家有喜事》裏面嘅，即係周星馳 short 咗之後咧，叫做無間歇精神喪心病狂症。咁咧就
羅斯密蒙頭，然後對住呢個張曼玉揸住把菜刀嗰陣時就講：依家勞笠個字幕就係印埋喺度嘅。係依家勞笠，睇下英文係咩先？依家勞笠咯，英文咪就係哦，好簡單嘅啫 ，robbery。robbery 係啦。咁第三個我揀嘅咧就嗱呢、這個冇周星馳噶啦，就睇下金小文畫出嚟係點樣噶啦。就喺、是、呢個《大內密探零零發》裏邊嘅嬌妻啊，劉嘉玲同阿周星馳講。而家煮個麵俾你食啦！我覺得呢個可能有女性讀者中意。喂，我唔係咁睇喎，我一定係揀呢一個鹹魚。唔係審死，唔係審死官，呢、這個係應該係唔係審死官喎？我應該講嗰個應該係講佢打官司，清朝打官司香港嗰套叫做算死草，算死草入面咁佢就同阿莫文蔚講啊嘛，究竟我好寂寞，英文係乜嘢啊？I love you 啊，係 love you 嗱，呢啲係咪留翻你？我覺得唔係啊，我覺得二月十四號出嘅。如果俾我揀嘅話，我都會揀呢個《審死官》算死草裏邊周星馳嘅對白。fashion 港女最啱係嘛係嘛，不過我就唔知道個字幕嗰度應該點整出嚟啦。fashion design，fashion design 咁啊，又睇下各位城寨嘅朋友咧，咁啊繼續留 Facebook 留言啦，繼續留言咁啊，希望咧我哋最終金小文 cross over 周星馳再 cross 城寨會係變啲咩出嚟咧？唔知啊，嗱究竟佢筆下如果畫呢、這個嗱，大家見到我哋啱啱 upload 咗咧，就係阿 Lens 嗰個樣咧。你發覺周星，你以為金小文是一個畫公仔，淨係畫到古靈精怪的人，石榴姐咁嘅樣咧，錯啊！你睇下嗱 ，Lens 個樣咧，係比 Lens 更似啊，係咪似我嘅真人啊？我覺得似范志明，即係等於阿江華似劉華多過劉華本人啊嘛，啱，係嘛？咁你諗下，金小文自己個樣子好似喎，係。另外一張就係佢畫我個樣嘅，其實係。一看就知道是吧，是有人说他样子像王浩添。那没办法的，你又做过一周刊是不是，那你还不是王浩的。所以大家我对这个小文的创作充满期待。为什么呢，就大家以为他画出来会不会是蒙眼坚啊、黑鬼德啊、四方果啊、散华珍的样子，我觉得一定不会是。我觉得是一定他的观察力很强，你留意一下。他一定是把握到刚才我讲的周星驰电影里面的配角或者主角那个特色的，其实。是，所以就希望到時到後呢，大英就說幫我搞製作的，其實即印 T 恤搞製作支持一下。不過也有些朋友就說喂，可不可以印杯啊，成沒啦杯，等一下先印杯的 OK OK 的發手掌聽下，印杯冇反應啊！印杯有一個，有一 個,、啊有一個我知點解啦，冇佢 size。印 T 恤嘅，贊成印 T 恤嘅拍手掌聽下。OK， 相當開心啊！咁啊，細良話你係咪做㗎？有人問你喎、啊。梗係啦，嗱，大家我做咗，你哋班友唔好走數啊！嗱，到時到後咧堆曬喺度嗰陣時咧，我哋咧執埋城寨都係因為你嘅啫，其實係嘛？係嘛？落咗單唔找數嗰啲係嘛？即係嗰啲專係喺日本訂咗人哋啲民宿唔去嗰啲啊，又唔取消嗰啲香港人嚟㗎，嗰啲係係嘛？咁啊唔好啦，我哋城寨之友嘅質素係好高嘅，應承咗會做得到嘅。嗱，當然係啦，因為我哋訂書嗰啲人咧，即係訂咗嘅，真係上嚟攞書啊。係。咁就今日咧，我哋另外開過一個新嘅話題啦。就是呢個周星馳的電影裏面的導演，嗱，好嚴肅啊！呢個大家以為咧，周星馳是一個演員啦，當然佢亦都係一個導演，亦都一個作者，甚至係編劇。但係佢同好多嘅導演合作裏面咧，出嚟嘅效果係好唔同嘅。有啲直情係咧合作完之後咧就唔會再合作噶啦，合作一鑊或者兩鑊嘅啫。譬如杜琪峰就兩次啦，杜琪峰就係審死官啦，就仲有一套係。仲有一套是咩？断死草好像是杜琪峰噶，系嘛？系啊，杜琪峰好似系济公，济公系济公。咁就高志森就一镬嘅啫，都系就家有喜事啦。家有喜事二好似都唔系佢拍噶啦。唔系啦，唔系啦。咁就但系有啲合作好多噶喎。嗱，譬如咩咧？就由一开始佢成名作赌圣合作嘅刘镇伟，一路到之后一路到功夫出任监制。其實他跟劉鎮偉的合作，我想是橫跨的時間是最長的。是。是啦，有些就是以後不相往來，見到面會開拖的，叫李修賢。嗯。是吧，他就很多人就說他，即是向太力數周星馳其中一件事就是他忘恩負義嘛。是。但最早數他其實不是向太，
其實是李修賢喎。李修賢第一個同佢合作的導演其實是李修賢喎。李修賢是同佢合作88年《霹靂先鋒》，咁亦都因為李修賢的關係咧，就幫阿周星馳先生攞了第一個國際性的獎項啦，就是台灣第25屆嘅金馬獎最佳男配角。咁但係之後其實就李修賢同周星馳的關係咧，就已經不再是咁緊密啦。兩個原因嘅，其實好多人就以為是錢的問題。嗱，出邊就講就話，因為周星馳當時攞咗《霹靂先鋒》攞完獎之後咧。他在那個市場裏面嗌價一套戲就是200萬港幣，咁周星馳就覺得自己是應得的，咁而呢個李修賢咧就覺得我是你師傅，我帶你出嚟由電視圈踏入電影圈，咁就只能肯俾70萬嘅呢個酬金周星馳，佢係咁樣其中一個導火線啦。咁但另外一樣嘢咧係周星馳對於李修賢喺製作裏面嗰種乸西不滿喎，嗱呢個就好少人討論嘅喎。李修賢公仆喎，點會乸西呢？嗱，我唔知啦，即係因為可能係成本嘅問題定乜嘢啦。因為你都知道周星馳度嘢就做到好盡，所有小角色或者佢自己要 in charge 嘅，同佢做對手戲嘅，佢都有好大嘅參與噶嘛。嗯，係嘛？你諗到嘅其實蓋世豪俠又好，或者係他來自江湖喺電視嗰陣時咧，佢同萬梓良啊，他來自江湖都差啲開拖嘅，其實，因為佢改對白嘛。嗯，咁你改咗對白，你個對手揸住嗰個劇本。就是 TVB 嗰個編劇俾個劇本嚟啫嘛，咁你去到現場咪硬曬睇咯，咁你一定要通知大家坐喺度夾噶嘛，夾好曬啦，改咗啦，咁大家覺得 work 啦，咁先至懟出去噶嘛，咁所以咧就同李修賢咧就喺呢、這個嗱，佢同李修賢合作嘅電影其實唔係喜劇嚟嘅，係劇情片嚟嘅。劇情片係啊，三套都係劇情片嚟嘅，咁所以咧，我覺得跟住到真係令到啊～周星馳大放異彩成為喜劇之王嘅咧，係賭聖，我覺得係啱。即係如果你話第一個發掘周星馳拍電影嘅咧，當然就係李修賢先生，係必定嘅。咁但係嗰陣時其實佢 TVB 都已經好出㗎啦，佢好出，自江湖已經好出，好出。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今日上半部咧，我就係諗住講一個人，就係講劉鎮偉啫，菩提老祖，淨係講菩提老祖啫。OK，即係正如頭先我喺 Facebook 嗰張相出嚟，點解係劉鎮偉？其實劉鎮偉同周星馳嘅合作咧，我覺得。是天衣無縫的，我佢比李力持更天衣無縫。嗯、但是咧，劉鎮偉嗰個同佢合作有樣嘢慘咧，就係、是、其實唔係太揾到錢，因為佢拍嘅電影裏邊唔係套套得啦，賭聖係得嘅，賭聖雲夜就唔得啦，已經係。嗱，劉鎮偉同佢夾過嘅電影咧，其實有幾套嘅，即係賭聖大家都會認識啦。咁啊，周星馳飾演嘅就係左仲星啦，係咪？咁啊，跟住去到後邊劉鎮偉嗰套咧，就係、是《西遊記》，其實係兩套《西遊記》，兩個《西遊記》。係啊。咁點解會由呢一個搞笑片會去到《西遊記》呢一種咧？咁其實係由劉鎮偉去鼓勵佢嘅。即周星馳就去問啊劉鎮偉，喂，其實我有啲咩發展？其實如果你明白周星馳嘅電影咧，其實佢去到後期嘅時候，每一套應該係有啲唔同，佢已經即係厭倦咗以前嗰種重複自己成功嘅模式啊嘛，係咪成日重複自己啊嘛？所以家有、啊、所以家有喜事入邊有一句噶嘛，喬話嗰句，你唔不知不覺你重複咗自己就係大鑊啦。咁其實嗰度有一句咁樣嘅嘢，其實都係一個自己嘅內心嘅 OS 啦咁。咁所以《西遊記》咧係一套愛情片嚟嘅。咁我有人拍愛情片，咁但係最可惜嘅地方係咩咧？呢套愛情片咧，當時係唔收得嘅。因為個劇情咧，就當時嘅香港觀眾咧，我覺得就劉鎮偉度嘅嘢咧就深啲啊，我覺得。相對起同佢合作過幾個，包括李力持啦，包括高志森啦，包括係呢個陳嘉上啦，以至係杜琪峰都好啦。因為《西遊記》裏邊咧，其實嗰個古仔本身個結構係複雜噶，至尊寶同。孫悟空500年嚟嗰個嘅即係輪迴啊！咁你嗱呢個咧，其實曾經劉鎮偉喺呢個拍阿王家衞裏邊咧，其實佢有啲元素都用過嘅。嗱，所以好奇怪嘅，我覺得即係周星馳能夠同劉鎮偉合作咁耐喎。嗱，記住佢唔係王晶喎，反而王晶同周星馳咧係又係不相往來嘅。即係所以你見到嗱，你睇佢，我成日都話噶嘛，你認識一個人咧，你就認識佢咩朋友啊嘛。就不是認識只是得他，因為他的樣子可以是假的，即是梁振英的朋友，是的，即你認識梁振英的朋友，你知道梁振英幾撲街的了嘛，因為他的朋友就是那些陳茂波啊、劉炳章啊那些所以呢周星馳我覺得就是你認識他跟他合作最久到今天仍然維持友誼的導演，你就知道他是一個什麼人。
嗱，反而咧冇 friend 做嗰啲就係咩咧？李力持啦、王晶啦，呢啲好表面上好成功嘅喎，其實係係咪？你諗下嗱，李力持同佢合作嘅呢個攜手導演嘅《國產007》，我覺得仍然係今日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咧，我覺得其中一套咧係最經典嘅，包括《唐伯虎點秋香》，亦都係李力持喎。仲有合作嘅，仲有《喜劇之王》同埋《食神》。是啊、都是李力持的，即是你問我，當然李力持的政見就很撲街啦，但是他在導演和周星馳合作裏面呢，可以這樣說呢，那個的發揮出來的效果呢，我覺得是不是差得過劉鎮偉，我甚至你說在個市場的成功來說呢，李力持是第一添，我覺得 是比劉鎮偉好的。咁商業片有商業片嘅特徵啦，咁點解我會不斷喺度提劉鎮偉好嘢地方？我陣間可以再深入啲去討論，即係《西遊記》嗰套片入邊佢嗰個導演嘅角色。咁但係咧，我又想講多一樣嘢，就係、是《西遊記》當時出嚟咧，喺呢一個1994-1995年嘅時候咧，其實係即係逐啲講係撲咗嘅，個票房係唔得嘅。咁最後令到啊，即係差唔多啊，劉鎮偉破產咁滯，因為其實嗰件事咧，即係嗰個收唔翻嘅。其實嗰個李大陸攞錯，即係大陸嗰個實景拍攝啦，好多樣嘢。仲要最後尾剪成兩輯啊嘛，兩集啊嘛，兩集啦。你睇完第一集，你無厘頭嘅結果係啦，係啊，都唔知點解咁啊完咗啦。咁你諗下當時1994年之前，由1990年可以看《賭聖》周星馳，跟住王晶啊嘛，搞錯啊！你講乜嘢啫？你入邊你唔知佢講啲乜嘢啊嘛？係啊，點解你喺秋佢入邊都有講噶？點解你係菩提老祖嘛？點解你唔係秋菩提子啊嘛？其實佢都係一個自嘲一個 OS 嚟嘅咁。好啦，呢套大家淨係記得 Only You 咯。咁但係點解而家去到最後嘅時候，你講乜咁多套周星馳電影，你一定係記得《西遊記》嘅啫喎？咁點解咧？個理由就係當呢嗰陣時1994-1995年冇人識欣賞，咁幾時阿劉鎮偉嘅《西遊記》俾人欣賞翻咧？同大陸就唔係喺個大銀幕嗰度，喺互聯網上面，喺互聯網同埋 VCD。咁當時咧就係即係去到1990年代後期咧，咁你都知道羅湖係好多即係、東門就好犀利噶嘛，即係我認識有一個叫排骨。在東門那裡電影之王啦，那個直情我電影之王啦，佢咩乜片都有嘅，我嘅喺東門，不過唔知佢而家咩境況啦，咁樣有排骨咁就咩片都有。咁啊，啲內地嘅人咧開始有錢啲啦，咁啊想理解你多啲香港啦。1990年代嘅時候仲係一個咁嘅現象，突然間 bang《西遊記》簡直係 masterpiece。咁 masterpiece 到點咧？就係、是、連北京戲劇學院啊！都是請周星馳去演講，要演講，甚至乎咧將《西遊記》咧用一個文化、用一個戲劇的角度咧去分析，是被視為咧1990年代面最重要的電影之一。但係大陸接受周星馳同我哋好唔同，我哋是由睇《賭聖》開始嘅，係通俗的笑片開始嘅。但係大陸接受周星馳咧係由《西遊記》挖掘《西遊記》嘅深層意義開始嘅，所以咧變咗佢哋嗰個嘅即係。去對周星馳的期望啊，同香港人係有個好大嘅差別。我哋覺得《西遊記》係失敗嘅電影嚟嘅，但係喺內地咧，係覺得佢原來喺笑之餘咧，係有一個深層嘅意思喺裏邊。係一套講呢個經典嘅愛情，500年嚟冇辦法開花結果嘅愛情。嗱，呢個點樣？除咗香港人體會唔到之外咧，我覺得另外一個人體會得到係咩咧？就係嗰套戲嘅主題曲嘅作曲填詞人。就是盧冠廷和唐舒心，是為什麼呢？就是《一生所愛》這首歌，你記得啦，其實即現在都是盧冠廷，這麼多年來都是一首即很經典的作品。當時你看填的歌詞，他完全明白那套戲說什麼，但你記住盧冠廷是一個有讀寫障礙的人來的，是啊，他就說原來當日劉鎮偉夜晚黑就去找盧冠廷，喂，不如你幫我搞這套電影的主題曲吧，咁啊，盧冠廷就我乜都未睇過嘅喎，呢套戲講乜嘢啊？咁啊，劉鎮偉一句就講完啦。四個字，一生所愛。唔係，500年嚟嘅愛情冇辦法開花結果。哦，明白咁樣。係啦，咁佢就話明白，跟住第二日就交貨啦。係，成套戲就係講呢樣嘢咯。係啊，但你諗下喺我哋期望嘅周星馳點可能係講愛情片咧？從來周星馳都唔會喺佢嘅過去嘅電影裏邊咧，佢嘅感情戲、愛情戲咧係好少好少嘅壓抑到。我覺得他不是一個善於去或者他定位自己是一個喜劇演員，而不是一個即是劇情片的演員，而《西遊記》是一個劇情片來的，
但是很可惜他採取了一種喜劇的包裝，所以呢在我們的期望裏面呢，周星馳是一個喜劇之王來的嘛，是，那你不是很失望，所以即等於你去麥當勞你想叫沙爹牛丸嘛，你沒理由的嘛，你當然是沙爹牛河，你當然是去翠華的嘛，入錯了其實是，所以我覺得劉鎮偉為什麼我會第一節的時候我會不斷想提即討論劉鎮偉，就是他能夠將周星馳的電影轉型和拉開了那個spectrum 拉闊了，他有一個周星馳，我覺得兩個周星馳，一個周星馳就是有一類型的導演合作呢，是希望他在喜劇裏面呢是更加多是有其他的意義在個電影裏面，包括杜琪峰，你留意一下濟公，其實他那個的就是他要他超度那三個人嘛，是就是、啊、九世雞，九世雞、啊、張曼玉，九世惡人就是、啊、王，我忘記了那個是誰，好像導演來的那裡，是另外就是黃秋生，九世乞衣，黃秋生九世乞衣嘛，就是說如果他超度得到他就可以回到天庭嘛，是不是，他其實是因為主持正義覺得那些神是亂亂搞那些凡人嘛，他是孖叉月老啊這樣得罪那班友嘛，其實是那你看、審死官和這個濟公呢，你看杜琪峰呢，他整個電影裡面呢他有一個中心思想在這裡的，不是搞 get 是附屬於個劇情的，濟公的 get 是很少的，濟公是少數沒有 get 的周星馳電影來的嘛，是除了降龍即是、啊、吳孟達也是，就是靠、啊、因為吳孟達是啊降龍羅漢，他不知道自己是降龍羅漢的嘛，降龍羅漢現真身、啊、他變成一個 BB 仔的嘛，是、啊、那個位置的嘛，那個自己度出來咯，但是你見那個結果就是很單個 crash 在這裡，你的導演的風格很強烈，但是演員對自己的要求又很強烈，兩樣東西一擺在一起的時候就炒車了，一定是究竟跟誰話事去做呢，那套戲變成了那個整個不完整，有一些人呢他要就著星爺去做導演那些得了，我覺得包括什麼呢，谷德超、李力持，就算 even 我覺得陳家上跟星爺合作呢就像杜琪峰的，是不是，武狀元蘇乞衣也是，武狀元蘇乞衣是有一個歷史背景，就是天理教造反，嗱，好認真嘅，其實後面是有考據嘅，考武狀元係點樣考嘅，係嘛？唔係亂咁噏嘅，唔係好似懟穿牆咁樣，係、嗯、嘛？冚家產嚟齊中樹咁樣嘅，咁、嗯、所以咧變咗成套戲出嚟，周星馳就受到好大嘅束縛，但我覺得都令到佢嘅發揮係比起喺濟公裏邊多啲，我覺得多啲、有一個位咧就係講啊，即係陳家上嘅你會認識。如果陳家上的周星馳電影呢一定是《陀螺威龍》啦，一集二集啦，第三集其實不是陳家上拍的，第三集是黃星拍的，那陳家上的電影通常是時裝片來的嘛、嗯、那 你要拍古裝片那怎麼辦呢，那你還要講到天理教喂這個圈、這個直播室裡面只有你認識的啫，天理教是不是，那你怎麼辦呢、嗯、那你要講一個很落寞一個清朝的人怎樣落寞，那好彩陳家上都俾咗個空間佢，就陳家上就問：喂，點樣演繹一個好老道？俾人抄家嘅，俾人發現佢作弊，係唔識字，皇帝抄佢家之後，即係嗰個位咧咁，咁就啊，即係周星馳咧就同阿吳孟達咧就度咗個橋段，大家可能都有啲印象，就講佢匿咗喺張即係鴉片煙藏，鴉片煙藏嗰度咧就喺度唱。涼風有唱男音喺度信啊，咁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就是、突破咗大家嘅想像，就係、是、哦原來你點樣去形容一個老道一個抄家嘅感覺咧？咁其實啊，陳家上導演其實係嗰、那個位係難去處理，那個劇本即係話演繹好老道啫，點樣去做先？點樣一個古人好老道先？你問我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你問我，如果現場嘅演繹，我一定係信周星馳，一定，因為佢一個很好嘅演員。所以你話如果個導演夾 硬去鉗住佢咧，令到佢嗰、那個即係神采冇咗咧，嗰套戲結果出嚟一定係唔好睇嘅。但係調翻轉，你放個位俾佢自己去度，但係你個大橋本身咧，你控制住嗰、那個劇情咧，而周星馳做好佢最擅長做嘅嘢咧，咁嗰套戲就會成功。我覺得啱啱咁，我哋所以繼續講劉鎮偉就係、是、牌面上咧。賭聖、西遊記和功夫呢都是劉鎮偉的作品的、嗯、但實際上呢有兩套呢全文其實都是他的作品，
就好放走，就唔係真名，就係、是、新精武門同埋呢個叫做漫畫威龍，其實係新精武門二。咁、那個導演咧叫做佐仲星，咦？咪即係賭聖裏邊嘅周星馳？係啦，咁有人就話佐仲星係真係有，即、就、係、是、有呢個人嘅，係一個副導演嚟嘅。OK， 係一個導演嚟嘅。咁但係亦都有一個講法就係、是，其實佐仲星即係劉鎮偉。咁但係諗翻轉頭，當你將賭聖嗰個武再睇翻新精武門咧。是合理的噃，係好似同一個好 consistent 嘅喎，亦都比周星馳個發揮咧係好大嘅，即係《新精武門》入邊講佢同阿鐘鎮濤，鐘鎮濤係啦，瀟灑哥嘛，瀟灑哥，亦都係講佢喺內地落嚟啊嘛，一開始嘅時候內地落嚟，係一個練精學懶嘅，係啦，係啊，咁佢又跌咗張紙啊嘛，好似賭聖嗰個角色咯，咁同賭聖一嚟嘅時候嗰、那個有個管理員有個 secure 就係問佢，喂，撳起水，你求下部機，買起水係咪啦？老點佢嘛，係嘛，老點佢，其實係。同佢出一次嘅嘢嚟嘅，咁嗰、那個你話係唔係都係劉鎮偉拍呢？我都相信係，如果唔係佢拍，佢都有好大影響。劉鎮偉有個特色，我覺得係咩咧？佢將周臨計《西遊記》咧，佢將周星馳變成係一個小人物嘅，我覺得。但係佢有一種小人物嘅惰性啦，有一種小人物嘅，即係佢唔係一個英雄嚟嘅。當然佢最終可能係會成功，但係劉鎮偉刻畫嘅周星馳嘅角色裏邊咧。是更加多咧，係嗰種嘅練精學懶啊，想走精扁，即係好貼近香港人、真正香港人嘅性格嘅。喺《新精武門》裏邊嘅周星馳都係㗎，係係嘛？《新精武門》入邊嘅當然就係好多啦，即係你個入邊講入邊佢嗰種唔似貓唔似狗個推車仔嗰度嗰啲，全部都係啦咁。咁所以成功嘅電成功嘅導演咧，喺周星馳電影入邊一定要將佢撳低佢，即係要將佢嗰個化學作用咧。就先出到嚟。嗱，你好簡單啦，最新嗰套《西遊記》，喂，大佬徐克加周星馳嚟。哇，勁啊！結果一出嚟，兩樣都唔係，又冇徐克，又冇周星馳。徐克係七劍馬顛山啊。所以我就話咧，佢遇強就越弱啊。即係話，如果周星馳遇著一個風格好強烈、同佢一樣咁霸道嘅導演咧，必定玩完嘅。其實，因為一山不能藏二虎啊嘛，即係話。等於曼聯啫嘛，又伊巴謙又再加埋朗尼雙箭頭，你點入波？你話喂兩個都唔會交波嘅，係咁點搞咧？冇問題嘅，所以喂你有個吳孟達咪得咯，有吳孟達咪得咯，有李力持咪得嗱，李力持肯定就係、是、你見到佢一條咁嘅藍絲契弟，佢喺片場梗係見到星爺星爺射住射住嗰啲咁嘅樣噶啦嘛，你話乜就乜啦咁樣。哦，其實你睇下李力持嘅表演咧，你可以睇翻佢《大內密探零零發》嗰、哦，係咪同埋似《零零發》裏邊嗰個有鼻毛伸出嚟嗰、那個？係發哥，發哥，發哥，你喺邊度啊？發哥，同埋《回魂夜》裏邊嗰個契弟保安員都係，係嘛？即係我。我哋成日話周星馳嘅電影咧，其實喺即係 in large extent 都係反映到個現實嘅，可能呢個都一樣啦。所以頭先我回應你多一個問題，就係點樣拍邊一個導演先出到嚟咧？嗱，王晶其實先唔討論佢嘅風格先。嗱，因為王晶基本上冇風格噶嘛。王晶冇王晶。王晶嘅風格咩？整蠱專家咪冇風格咯。佢成日話自己佢係屬於香港最多產嘅喜劇片嘅，即係笑片之王啦。王晶好得意嘅，我覺得王晶似翠華茶餐廳嘅。其實你話翠華咩風格啊？佢又有咖喱，佢又有鋸扒，佢又有呢個沙爹牛肉麵，又有呢個奶油豬。你要乜咧？嗱，整蠱專家邊個導演得嘅？其實我覺得，但王晶咩咧？快靚正。是吗？是，所以他没有一个特定的套路的，你看到他都是抄，还有抄和抄，精装追礼仔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他其实是将那些一些时事一些东西就将他抄下来，整蛊专家都是抄下来的嘛，将这个当时的这个Jim Carrey，是啊，里面的一些的直情是照抄过来的嘛，完全地，是完全连个造型都抄埋过来的嘛，是毫不遮掩的。是毫不遮掩，这个是我们即是经常看东西的时候最觉得最猛的地方，就是喂，当你在看赌圣的时候，跟着王晶整一套赌侠，其实它有什么变化呢？那条片即是那套电影其实没什么变化的，即是有个网民就说做 N-Mock 他就说王晶风格是不是cheap 咯咁樣嘅，咁我都咁唔係嘅，又唔一定嘅。王晶有一套《黑白森林》咧，你睇下。其實當嗰陣時好興呢個無間道 style 咧，佢都整到出嚟㗎。即係你譬如你賭俠，其實有啲咩分別咧？我其實覺得分別不大嘅。咁你《逃學威龍三》咁其實同《逃學威龍二》有咩分別咧？咁你《上海灘賭聖》先至係最
最抄得緊要的啦，就是將賭俠加埋即係賭城，咁咪變成海灘賭城咯。仲有上海灘係嘛？即係我哋嗰張去邊度咧？張上海灘賭城，上海灘賭城放低咗落嚟添。啊！呢度啦，為咗抵制呢個王晶，呢度係咁樣。上海灘賭城係咪？咁所以其實我哋發現咗第一樣嘢就係好嘅周星馳電影，第一件事佢要夾到一個冇乜諗法嘅導演。要以佢為主嗱，呢個好簡單嘅啫。我成日覺得，即係等於你我講踢波嘅人啫嘛。如果你那隊球隊本身為什麼雲高爾教這個曼聯搞到這麼旺呢，就是因為以雲高爾為主嘛。但是摩連奴就永遠都有個主力的球員，他是 endorse 的球員，圍繞著那個球員去建立那個球隊的風格嘛。即是說如果你的進攻的模式你是要上腳的，你一定要那個有個核心的球員呢是可以最後尾是就算 half chance 都入到球的，否則你是死定的，因為你控球傳來傳去的話那怎樣入球，如果你沒有那個主力的球員，所以你就說你譬如建立那隊球隊是不是圍繞著，如果沒有伊巴的時候是不是圍繞著盧卡古去建立那個球隊呢，這個就是最根本的，即是說攻堅那個是周星馳，那些人入場去看是看周星馳的演出，你問投資者來說甚至周星馳來自己個人來說，喂他不是看你的導演，他不是看你谷德超，是不是鬼識你谷德超，識你隊穿牆而已，是吗？识你狂牛啫，唔识你系边个噶？但系导演永远都系文人咧，就觉得自己咩咧？我先就系个灵魂啊嘛，我要拍到电影流芳百世啊嘛，就系都要留低个色力墙喺度啊嘛。系，咁所以我哋下一节翻嚟，不如讲下好啦，周星驰自己做嘅电影又得唔得？所以其实你喺最后尾讲一讲呢个反讽咧，就系喺呢个《唐伯虎点秋香》里边。梁家人話呢啲先係畫啊嘛，呢、這個就係周星馳嘅反諷啊嘛。你班文人係嘛喺度推吹捧到唐伯虎呢條友幾咁犀利係嘛？其實佢你諗下佢揾阿虐待阿呢個陳百祥嚟畫嗰個咩《春樹秋霜圖》定乜鬼嘢？神鳥鳳凰圖。神鳥鳳凰圖係啦，將佢變成一支畫筆咁樣喺度虐待佢，其實喺度亂 Q 咁搞，然後就話俾你聽，其實佢一種反知識分子嘅傾向啊，我覺得。反權威、反權威同埋反知識分子嘅傾向就係、是、呢、這個係喺香港嘅電影裏邊經常出現嘅，包括喺早期新馬仔鄧寄塵嘅電影裏邊都有嘅。係啊，你越係講高深嗰啲嘢，佢調翻轉係嘲笑你嘅。其實呢、這個就係喺阿梁家人嗰個公仔裏邊就表現咗出嚟啦嘛。佢畫到咪又頂工筆畫咁嘅嗱，阿秋香啊，係嘛？跟住你話我呢啲先係畫啊嘛，我呢啲係畫。好啦，休息一陣先。